下面有三个人，是一辆货车和一辆皮卡。根据我们探测的结果，在2.5米到3米之间有三个人，现在目前还在头部。地方的了解情况，下面有三个人，是一辆货车和一辆皮卡。根据我们探测的结果，大概下面就是在2.5米到3米之间有三个人，现在目前还在同步探测确认中。先说，应该的说，好了，够了，真的够了，辛苦了，发现你。9月5日，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6.8级地震，李宇春第一时间联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，了解家乡灾情和救灾需求，向灾区捐赠了灾区群众转移安置所需的12平米安置帐篷100顶及户外行军床1000张，并发文称：“快中秋了，成都疫情，泸定地震，想着养育自己的土地乡亲，心里挺难受，希望能先帮上点，愿家乡平安。”9月6日，黄晓明明天爱心基金会捐赠第一批帐篷、防潮垫和应急灯等应急物资，并发文表示决定携手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和四川省科技扶贫基金会，定向保障震中地区的5支一线救援队，解决他们生活和设备保障的后顾之忧。还在文末感谢了包括黄晓明、窦骁、何超莲、李易峰、赵丽颖在内的多位艺人的爱心捐赠。此外，也有艺人通过直接捐款支援灾区，其中贾乃亮捐出200万元，林依轮、罗云熙各捐出50万元，帮助受灾群众纾困解难，众志成城，共度难关。泸定加油。